斩草除根，永不发芽。等等，我看这小子来意不善。 这个月份会有客人来，依你看他们是什么路子？摸不清楚，反正来意不善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店包了。以后有客人来，你要先问问我才能留下。客官，我们这儿没房了。 我看您呐，还是快走吧。何必苦苦的跟我们作对？没法子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。你们几位，恐怕未必是他的对手。你太爱管闲事了，我管的都是正事。老家伙，真有两下子。